大家好，这里是天天学乒乓，这里的每一个视频都会给大家带来要有这么一个步伐在里面，然后呢你所有的动作都可以打协调起来了。帮一个网友呢去讲解直板怎么发侧旋球和侧上旋球发球的一些问题啊，直
实在不好意思让这位球友久等了，因为课程是这么排的，排到这里了，可能有让他耽误了那么这里的每一个视频都会给大家带来乒乓球技术上的一点小干货，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请点个关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当我看到了你的留言之后呢，我都会一一的回复大家。好，谢谢大家。